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我刚刚听的时候不是这样的。我去问一下，兄弟，我天，兄弟，我肯定是不会被杀的，好搞笑、哦，我肯定是不会被杀的，知道吗？没有，哎，不，里面那个脸都看不清楚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太怪了啦，是咱们放的不一样吗？为什么放的不一样？不是，我看错了，我是这个，对吗？这个我一下换了一下起来了，小马哥的。我真以为是什么粉丝。看看他们几个都被吓到了。你说怎么听不到了？来了。又拍东西，什么东西？这有啥？这个我刚刚一直在看着我，这能吓到人吗？能吓到谁？我以为冰原星座主驾驶呢，结果我也是第二套。我了，这个假人，假人，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就说绝对要拍摄，这下面有人，在拍吗？现在吓死我了！我谢谢你们啊！我谢谢你。这是个假人，我谢你。我天呀、啊！我谢谢你。吓了我们两次，我的后面有啥？我听上次说这是个假人，我厉害。佩服，你真厉害。你没有被吓到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被吓到，我被吓到，当时灯也不关，什么都不关，只是是青哥在那儿，你懂青哥那个题，青哥吓一下子。你知道我是破家家一样，我是怎么被吓的？我是因为我听到敲玻璃的声音，我是条件反射的那种感觉被吓到了。哎，新哥你怎么？等一下，再来，你怎么一直不来吓我呀？再来一遍啊！再来一遍。那你可以点。那你哥。哎呀，好吓人！我也没有被吓。